隐形眼镜会导致眼部疾病。眼球小姐和隐形眼镜先生，这对小情侣正在看电视，突然，女儿，你知道吗？吃火锅的时候，隐形眼镜会融化在眼睛里，爱情不能盲目啊！我还听说它会让你生病、变丑、老得快，快和他分手，立即马上分手！我的亲娘嘞，都是谣言。我现在和他在一起很舒服，也很健康。如果和他分手，我会不自信，很伤心，甚至孤独终老哦。我的天，真的吗？那选对了就赶紧结婚吧，立刻马上。隐形眼镜会导致眼部疾病？ No， 隐形眼镜本身不会伤眼，不正确的佩戴以及护理方法才是罪魁祸首。为了眼睛的健康，应多注意隐形眼镜卫生，频繁更换更健康，还要记住定期眼检哦。安视优关注眼部健康，提倡定期眼检。